好，第一题是来自中国高智商协会的入会考试题。观察下图，求问号处的数字。智庭会，这种题智庭从第一期做到最后一期。处的数字。这有什么想法吗？颜色。智庭最会就是这种题。肯定跟颜色有关，必须跟颜色有关。帝国理工的荣誉。颜色数字有什么？不知道。不要输给 MIT 哦。我现在特别后悔，我怎么能对一个 MIT 的毕业生那样说话，太没素质了。我也很奇怪，你怎么能当上队长呢？ Red 挑战！我们先挑了，我们先挑了。好的。MIT 代表这个英国挑战您美国。他要是没答出来，估计会被学校把学费追回。这个就是颜色加在一起，对对对，的一个理论嘛，就是紫色就是红加蓝，方格就是13+33就是46。对，这个是 OK 的。橘色是黄加红嘛？对，就21嘛。对，绿色不就是黄加蓝？就颜色。8+那个33嘛。33。等于41。哇！颜色有关。哇！巧！为了收工，收工。